看这里，这里他说哈，利用平和平方公式或差平方公式哈，计算这些式子。哦，我们用那个差平方公式啊，就是 a 减 b 的平方嘛，就这个的平方，2a 的平方嘛，啊，减掉两倍的2a 乘以二分之一 b 嘛，再加多少呢？二分之一，加到这里来，加到呢二分之一 b 的平方了。啊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这是4 a 平方嘛。啊，这是啊，这是 a 掉嘛，所以是2 a b 减掉2 a b。啊，再加上多少呢？再加上四分之一 b 平方。哦，这个就答案4 a 平方减2 a b 加四分之一 b 平方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的话负号可以抽出来，负一的平方就是正一嘛。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等于啊，是等于 a 加1的平方。好，展开来 ，a 平方加 2ab， 好，就 2a 啊。啊，再加多少 ？1 平方。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那这个的话，我把一个负号抽出来的话，好，负1的平方，好，抽出来。那现在负1抽出来，现在变成这 3b 减1的平方了。哦，这样算会比较习惯。第一项的平方九 b 平方，啊加交叉项，交叉项是负的二 a b 嘛，所以是二乘三 b 乘负一，就是负六 b， 啊加多少呢？一的平方一，那这个就是答案。